对，印花税哦，我态度是这样的哈，减政轻税这个原则嘛。那其实印花税，坦白讲，它计征成本也蛮高的哈，要英文叫 tribute， 就很微细。可是对台北市政府来讲，它是蛮大的一个税收嘛哈。那如果我态度是这样的哦，中央政府基于这个减政的理由要废止印花税，我们是同意，但是他先告诉我们说，那我们台北市如果一年少掉49亿，这该怎么处理啊？告诉我们，知道怎么帮我们看一下？就是郭董今天宣布退党了，而且他还说到，就是身在朝有很多人身在朝营心在汉，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？我个人的态度是这样的，我们希望说，以台湾的长远历史来看，我们希望说有一个机会可以脱离这个蓝绿的泥沼，这是我个人的衷心的期望，就这样，我没有太其他。太特别的意见。他批国民党的政党利益大于国家利益，好像就是你当初骂民进党的话，就这句话蓝绿通用吗？那本来我们就希望说国家利益大于政党利益，政党利益大于派系利益，派系大于个人利益嘛。可是，在实际的我们每天的政务，在政治当中，的确是常常是倒过来嘛。那当然，这是我们希望说还是能够维持这种理念，你知道，国家利益大于。政党利益大于派系利益，派系大于个人利益。那至于要怎么去把这个理念发挥呢？那就是我们大家努力的方向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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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